在它的这个针嘴上面是开了四个这样的裂口。这样的话呢，不管你的针在转到任何方向啊，不管从任何角度，这个墨都会牢牢的被这个裂口给锁在里面。不会有任何的晕色和这种增生啊，或者是掉色皮损的现象出现，提高了我们整个纹身的表现力啊，在这个手法上面也会出来很多创新的东西。首先是针嘴尖，它的这个锁墨的这个效果，因为它这个墨嘴的这个粗细程度非常的恰当，我们在纹刺的过程中，它的输送的这个效果是均匀的。再就是这个回流口，它会阻挡你所有的墨会反过来流到你的机器上，是保持你的手柄和你的这个机器都是干净的，不会有污染。再就是这个我们的这种 透气孔的下移，能形成这种循环的冲洗的效果，能够非常快的把这个针嘴清洗干净。